是无奈，勇敢不勇敢，为那死的手自由安排。卷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 Life FM。来，我们呢发了新的 EP 叫做那么厉害，其中第一波主打叫做怎么了，我怎么了怎么了 I'm in love， 我怎么了怎么了 I'm in love。 那这首歌去哪里拍嘞？巴黎铁塔。好冷啊，我们终于来到这里了，巴黎铁塔。我想要唱一首歌，巴黎的铁塔，这是草莓。好，现在在我们右手边就是非常著名的塞纳河畔。你也啾猛啾，我觉得来到法国就是一定要尝试法式。法式现场拿一个，你要现场抓一个来拿。现在是巴黎早上六点，在我身后看到这个美景，巴黎铁塔是不是美呆了？来讲一下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。这次我们有跟一个女的比较亲密的互动。耶，我们在巴黎，然后今天呢是拍 MV 的日子，尤其呢非常的关键了，我们的女模来了 ，Yes， 让我们欢迎 Elizabeth。好，哎，稍等，谁欢迎？来，欢迎。是一个很不一样的 MV， 因为以前的 MV 都是没那么成熟，那这次我们就是砸重金来到巴黎拍摄，我觉得很有时尚的感觉，然后这 MV 出来效果也是很棒，大家都很喜欢的。那这次我们自己参与了很多，不管是从企划啦、制作啊、收歌，算是真的是我们是个亲生的孩子，那非常多的感情投入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。现在呢，小玉呢即将要挑战这支 MV 最困难的地方，因为呢，他要在这个桥上面呢对嘴拍 MV， 这就是为艺术而牺牲的男人。重点呢，这是不是导演要求，而是他自愿的。对，他说我在这里一定要有一个重大的突破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次呢，兄弟们呢，为了就是看他怎么样爬呢，我们决定开一个。就是决定会不会掉下水的话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掉下水会凉吧，我好冷哦。然后掉下水拍比较屌，但是我决定唱一首歌送给他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你爬过去，像那个，哎呦，要是我就爬到后面那几格。而且小玉现在想要上厕所，刚好跳下去可以顺便。五六七八。来到一顿。你拍在那旁边拍过来啊。你们都上来就是拍一个嘛。好了。我摸了脚趾了。还有马来西亚的朋友，不要忘记我们。5月份即将到那边去宣传喽，到时候用你们最热情的方式来欢迎我们吧。我们会穿很少，到时候见吧，拜拜。